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很高兴有你们陪我一起简单煮快乐吃。喜欢吃喝汤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做酸菜鱼丸汤，加上一片即食紫菜，将增添另一番风味。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，顺手收藏食谱了，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。我的频道有2000多个食谱，一定有你喜欢的食谱哦。不懂要煮什么，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。现在就开煮吧。鱼丸、冬菜、江鱼仔、紫菜片、蒜末。冬菜只需要一汤匙的量，记得要洗净去除细小沙子备用。酸菜切粒，姜切末，小辣椒切末，热油炒香姜末和姜鱼仔，下蒜末，水煮出味道，酸菜，下冬菜，小火焖煮出味。茶匙盐，一茶匙鸡粉，一茶匙胡椒粉，下鱼丸煮熟就可以了。汤好了，下紫菜，家里有紫菜的就加紫菜，我是加即食紫菜，也有另一番风味，最重要是很方便，零食变通也能下菜。
鱼丸汤就做好了。撒上香菜就完成了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。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，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。